最近几天，娱乐圈也是喜事连连，有人宣布结婚，有人办法日宴，还有不少生娃晒照的。Worry 升级当爸的黎明也不甘寂寞，在微博晒出爱女的正面交给粉丝看了。所谓爱之深则之切，说的就是黎爸爸了。心里对女儿深爱，嘴上还得带着吐槽，说女儿很胖，还说贫乏是她的运气。细看之下，小公主胖嘟嘟确实还 get 不到爸爸黎明的神韵，但是也很可爱了。而且小孩子还小，其实也看不出什么，等到长大一些，没了婴儿肥，也会迎来十八变的。微博评论里，大家对黎明女儿的赞声还是很高的，胖胖的小孩才有福气，你很可爱。我们也可以看到，这个评论里也有人指出，是因为粉丝在演唱会的强烈要求，黎明才决定晒娃的。黎明对粉丝也是真的很宠啦，最重要的快乐还是要一起分享，用心了。这个时候再揣摩黎明微博的语句，就能看出黎明的小心翼翼了。恐怕也是担心网友会觉得女儿不好看，才先一步吐槽，还用平凡是她的幸运来替女儿谦虚，也是真的很可爱了。黎明的这个做法还是戳到了网友的盲点的，也有人表示其实还是有些相似的，长大后应该会好看。你们喜欢黎明胖胖的女儿吗？